面的，刷两层，着急，测风，燃气的，两层，高低挂，测风。电的啊，对呀，现在跑的话，上下两只，燃气都不一样了，燃气的它不一样，我们也倒，它也倒水了，没有什么温差啊，你看这跑一路也，地的上下层啊，它没有氮气，有点反光，看不到，上一只，下一只。气的两只啊，燃气的两只都出来了，燃气的，好好好，啊，这是电烤的啊，电的是基本上电烤的两只，上面上面最少能多少？上面是背壁，上面的火力稍微会大一些，热气往上，电的，那这边都，对，你是第一个。它这个是影响不大，基本那都无所谓，人家要基本上是均匀，都要跑出来很漂亮，230度。